大家晚上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啊。好，那么今天的话啊，市场的话，主要白天是澳洲的一个基本面啊，就是会议纪要报告啊，以及他的这个联储主席啊，洛威的一个讲话。当然稍早时间吧，有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但是他讲话的内容和基本上和之前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呢可能现在来讲，可能今天的话主要着重在澳联储主席洛威的这个讲话上，因为在纪要报告公布的时候啊，其实和之前的话也都是相一致的啊，相一致的。好，那么它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讲的就是降息啊，而且这一次的说法和以前不太一样。那这次的说法主要是如果不进行降息今天的态度就是如果不进行降息，可能就业市场无法得到改善，换句话讲就是失业率可能无法回到5%以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可能现在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通胀这个成分，就是说如果降息是否会引起通胀的抬头总之来讲这一次的讲法里边已经将降息这个因素和就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已经提到了不降息可能经济和就业可能会进一步走弱的一个态度所以从这儿开始看就是说澳联储有点这个苗头就是已经在为降息做准备，但是他可不像之前新西兰说话这么的坚决新西兰上一次降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在上上次提到的这个降息的时候提到这个议息会议，就是大概在3月23号还是二十几号二十三号好像是想一想，23吧，好像差不多吧，我没有具体往回看。在那个时候他提到的是大概率下一次会议会降息。这次提到的是在6月份的会议上考虑是否降息。言外之意是什么？可能6月份也不会立刻降息。他是在考虑嘛，提到的有变数。当然你说是否会直接降息也有可能性但是它的措辞里边是考虑考虑两个字大家就知道对吧？至少是有可能降息，有可能不降息。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先就说把白天这个他讲话的内容我们来大概理解一下。那白天的话我也讲了，包括之前我们也说了我们要准备买入澳币有人说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逻辑新西兰的降息，它可以讲是在一种非常突发性的情况下，突发性就是当它新西兰联储公布说我们下一次要降息，而且我们经济会衰退，我们经济在倒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降息去刺激经济，在之前是没有征兆的，突然性。而澳联储这一次的降息拖来拖去从上一周从上一次就开始出这个消息，到现在还在考虑从上一次联储讲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会根据失业率来去考虑是否会降息。好，失业率提高了，这次他还是在考虑，还没有把它具体到落实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在澳洲来讲，现在它的经济体里边还有缓冲的余地啊，就这么一个事情啊。像最近的话，铁矿石价格继续的上行啊，对于贸易方面来讲，确实还是对澳洲经济还是有所支撑的啊。这一点的话，我们不能够去排除掉啊。而且再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澳联储即使要降息啊，目前来讲也要到6月份啊，6月份的时候啊，应该是六月几号？6月8号，我看一下，可能是啊，差不多应该是在6月，我看一下啊，6月6号啊，6月6号啊，那么。我看一下，不是不是不是，6月4号啊，6月4号，也就是说还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段时间里边，说澳币会不会上涨啊？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性，而且刚才也讲了啊，万一它6月份不降息会怎么样？是吧？反而会出乎市场的意料啊，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好，那先说这是澳币上涨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说从内部来讲，它还是存在着暂缓降息的可能性，因为它进的措辞里边表明的也并不是很明确。第二点就是贸易的问题还是有所支撑。好，那么从外部来讲啊，从外部来讲就是美元。啊，现在其实依旧在最近的话，依旧在走强，其实也是啊，比较有利于澳币下跌的。好，这几种因素综合起来看，好像澳币已经必须要跌了啊。这个过程实际上和当初我们去做空纽币的过程，其实不刚好是相反的吗？啊，刚好是相反的，对吧？做空纽币的时候是美联储不进行加息，好，看空美元，啊，澳洲经济增长，澳币在上行，啊，纽币也在有一个，当时我记得纽币公布的是什么数据啊，也是相对比较好，啊，也是各种因素啊，使我们看好于纽币的上行，而现在刚好和那个时候是相反的，好了，那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啊，怎么让大家不再去做空澳币呢？不再去买入澳币呢？啊，有几个因素啊，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也看外部新闻啊，也在讲啊，不排除啊，不排除所以会有在这一两天啊，或者在今天晚上啊，美国就可能公布具体的啊这个。对剩余的3000亿商品的一个征税的模式啊，之前的话呢是提出来在6月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啊关于如何去进行剩余3000亿美金的商品的一个征税的听证会，但是具体的方案没有公布啊，具体方案还没有公布，可能在这一两天可能会公布出来。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公布了，肯定对澳币算是一个打击啊。那么再有就是说，新西兰，我们知道之前是说澳币的上行使得大家不再做空纽币，换句话讲，那接下来可能纽币的下跌也同样使得澳币做多的人。会相应减少，这个也好理解，对吧？比如说明天早上，啊，新西兰会公布什么？公布它的一个数据啊，应该是看一下，应该是什么数据？啊，是零售啊，零售数据啊。现在的话特别有意思啊，你看，如果按照星级来讲。新西兰这个数据的星级啊，
都不高啊，都是一星两星啊。但是你有发现最近几次公布新西兰这种两星也好一星的数据也好，它和实际值相差的非常大，预期值啊，甚至有时候预期值是比如说是正的啊，实际值是负值啊，这个是最近几次新西兰数据都很常见的事情。假设啊明天公布数据的时候啊，大概时间点新西兰是公布时间点，我们澳洲这边才早上起来8:45，澳洲才8:45啊，所以如果它数据也很不好，它就可能会再次的下行啊，如果再次的下行，它同时也会带动澳币的下行啊，这个好理解对吧？那么这个是从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天白天是说大家准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啊，可能是在不是交易时间比较密集的时段，那不在交易时间比较密集的时段，无非就是在非常晚的时间，或者是在每天交易日较为早的时间，比如说在明天早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啊，也蛮合理的啊。然后的话呢，然后比如说到周五的时候啊，新西兰要公布它的贸易账啊，不知道好与坏啊，这个贸易账这方面我现在还是没有一个预测，但是从它啊年化的贸易账肯定不可能是回到正值对吧啊，如果是有所增加啊，也有可能了，也有可能就要看一下。总之的话就是说，那新西兰的那一次的数据，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对澳币的第二次带动性下跌啊，从而使得更少的人敢于去买入澳币。比如说我的计划啊，昨天我们也在讲啊，就是看今天的整个这个运行情况。那么今天这个运行情况，从昨天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啊，我是说它会运行一个，因为我们之前的判断啊，之前的判断可以看到啊，34节开始下跌啊，到目前这是一个预判正确的事情啊，然后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它在21节形成一定的支撑，换句话讲，这个地方是15分钟几次的压力啊，然后在下跌的过程，在5分钟几次遇到支撑，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好，那么现在的运行就刚好是下跌、反弹、下破，能够看出来，对吧？那么我现在觉得啊，今天的话还会继续的下行，但这个地方并不是最后一波啊，最后因为现在我今天白天的时候，我昨天也包括昨天我也跟大家讲，我现在不看这个，不太看这个短期的均线，因为运行的时间太长，就是现在周期运行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准备一个纽币的单子，其实正常如果运行快的话，到它完结不该走，现在已经第9周了，太慢了，才走了几百点，太慢了。这个速度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应该是我们之前在市场运行比较快的这个时间情，就是所谓比较快的这个时间上，大概现在运行的时间应该比那个时候要长最少有3倍到4倍的时间，就如果假设那个时候比如说运行400点需要4天，现在需要16天，就大概我可以来这么举例啊，打个比方啊，甚至更长啊，所以现在我不太看短期均线，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没意义的。但是我是觉得我现在读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哎，刚好现在是4小时，如果它回探一下21节，我觉得刚好是最后那个杀跌行情的开始。但是均线的话会跟随啊，它因为它现在是开始下跌嘛，所以21节本身离啊数据啊离实际的运行价格最近，所以它的修正速度也最快啊，所以它现在价格是在6880啊，
那么从21节现在开始向下探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基本上开始每一个4小时的21节都会下探2到3个点了。那么如果它接下来继续下坡它会加速张开再触碰。所以这个点位的话，两个建议一个是看将来15分钟几次的55节，因为我说了这个地方我还认为这是15分钟几次的15分钟几次下跌遇支撑破支撑反弹刺激然后下破算是完结。所以这个地方我看的是，我这么来看的换句话讲，如果它今天再下破再反弹再下跌，刚好就完成一个从这一侧到后面的一个小的一个无浪结构下跌。但是别看时间长，其实它就极次不长，极次不大，就是理解吧，它时间长是源于现在运行的速率太慢，所以它时间比以前要长很多，但是它极次并不大极次并不大，就是这个概念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观察的是这个过程。至于到末端到底是比如说明天早上新西兰公布它的数据纽币现在几个，如果大家去观察的话，就是纽币现在是破了之前的低点今天达到6500的整数关口，现在价格也是比昨天的昨天之前的最低点要低一点点昨天之前应该是1211，现在是09。因为明天早上刚好是有新西兰的数据，所以如果数据不好，砰，它再加速也很正常，因为它已经破位了前低的话现在是0.6423今天的下跌幅度到现在为止其实只有0.4并不大0.4并不大，它只是阴跌下来的。按照这周来讲的话，如果这周继续收阴的话，就连跌了6周中间有一个调整，前面有2周下跌，实际上如果不算中间的话呢，这个小的这个调整，因为这个小的调整它之后的只是略微的有一个小反转，就是因为澳洲出贸易战带动的那一下然后继续的下行所以现在已经将近有6周的时间。其实你可以看到过去的整个来讲，从0.7558开始的下跌里边最长的吧下跌，可这边算是6周，但是这一周实际上是高开收出来的那这6周如果这周收阴实际上跟之前相比都算是最长的，这都是5周，所以这只有3周连续的4周现在这一段其实是最长的持续性所以它如果出了行情继续下破，这很正常所以它的下跌带动澳币会否就有一个完结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澳币的这个点呢，我在思考了以后，我是觉得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我是觉得它未必是最后的低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买入它，我们看回到哪里去几个位置一个位置是4小时的压力位，那是0.6960现在看是0.6960，当然随着往下走的话，假设明天下来它还会跟一点现在每一个4小时差不多跟2个点左右那么如果从今天算往后推有一天左右，那么它刚好跟到应该是0.6950附近正好6根嘛0.6950附近刚好是这个压力点如果回探修正的话，刚好就是这个附近有可能。那这样的话，明天看多大空间回升这里，这有100点，但是我觉得略微少，所以我现在看的实际上是日级的这个压力位置大概是在0.70几几0.70几几，我觉得这个空间吧还可以。那么之后的话，有人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走势，就是因为这个点比这个点
就是这个地方虽然比它要来的低一点，这个地方啊，就是但是这里是比这个地方要高的，所以这个下跌啊是一个调整之后的下跌，它还没有回测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没有回测，它不像新纽币。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纽币的话它实际上是完成了回测的一个状态，就是这边回测了一次，又这边又测试了一次，所以一波下来啊。澳币呢还没完成这个过程，特别是在这个点，所以它是完全有可能会回探。但我现在一期的话，我之前说给大家说是 0.750， 可能未必会到，因为现在下方空间还蛮大的啊。如果再有一段的话，比如走到 0 点，假设啊破位以后，比如今天破点62啊，然后微型加速，比如说到 0.6834， 假设回到 0.70 附近就已经150点了。啊，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啊，足够。而且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加速下来以后，刚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止损点摆到前期低点。你破了，我们就止损；你不破，我们上来。好理解对吧？好，那么反过来讲，这是从澳币的心理层面，比如说纽币带动的下跌，因为纽币一个大阴线，澳币可能也会下。假设啊，是不是没人空？而、啊、不是，是不是没人买？很正常对吧？然后澳币如果比如说明天还有澳币的一些消息，如果澳币继续的出消息的时候继续往下带，也很正常，也没人买啊。好，我们去切入它，切入它以后我们可能考虑，比如假设看它的具体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走到哎 0.6827， 前提是 0.6745， 那我们也可以放100点，甚至可以放在它下方的20-30个点，让你去走吗？你破还是不破呀？好，你不破你给我反弹一波，我要的是这个。要完这个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它还会有一轮杀跌啊，这个地方就是强反弹。强反弹的目的就是看如果万一有走强，假设纽币反弹，澳币也反弹，刚好抵消掉这个力量对吧，也可能啊，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好，有个保险。那么等到高打到这边来啊，澳币多单一平不管了。那么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刚好也是在新西兰议息完以后，可能啊，澳洲议息完以后啊，如果澳币再下行啊，那么可能来讲纽币也可能面临着新的一轮下跌啊，就大概来讲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这就是把昨天我们再延伸一下，主要是看它啊这一天的变化符合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包括早上起来我跟大家也在这个地方讲，我说这个反拉升只要它不破坏掉昨天的这个最高点，这就说明有效，因为它刚好没破，但是刚好又完成了一个小的空单的一个小洗盘，然后呢又起来又下破，然后呢实际上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之前有做空的人，这个地方可能会被洗得不是很舒服啊。如果做空的人对吧，可能会被洗掉，那么即使不洗掉也不会很舒服，即使扛过去了它下去延伸了，这些人可能就更不加不平仓了，然后如果起来呢啊，就可能会被进一步套这里。所以我的整个看法是，我认为啊，最终的价格要不知道啊，不知道会不会打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像这一线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到的。这一项刚好也是日级的压力位啊，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反破，甚至于反破走得更高一点，我觉得这都是有概率的。那这个同期来讲啊，有人说那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个是澳洲会公布它的贸易数据，包括经常账包括贸易账，还有一个就是到底六月份会不会降息。六月份不降息一下子超出市场预期，它完全可以拉升一波，甚至于由于贸易战的干扰，甚至于下一次澳联储的时候可能会进一步去说，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考虑到底要不要去降息啊，来刺激经济，来缓解压力，缓解就业，这些的话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啊。不要就按照之前的新西兰的那种想法去判断澳联储的这种态度，好吧 ，OK 啊，那这个我们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们明天可以看一下。至于纽币的空单啊，以
依旧不动，没有道理去动它，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完全没有多头存在的一个状态。有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加仓？这个呢，就是从思维角度来讲吧，就是我的交易主要是要发现的是一些波段性行情啊，比如现在的话，我们大概纽币的空单啊，应该有差不多400出头了吧，啊，400出头，就算是三倍的话，有10%几的获利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如果澳币上我们再能够去做到一个保护啊，能保护住这个十几的获利，如果纽币也不拉升，而且它会继续下跌，那就 OK， 那就更加理想啊。如果澳币爬升上去以后，我们啊打一个中短期的一个交易啊，然后离开，然后再等澳币的最后的杀跌，然后再重新进场啊，理解吧？这是我心里所想的啊。就大概澳币我觉得就是说将来的一个走势，说会不会测试 0.6745 啊，我们现在不敢保证，但是我的认为就是它大概来讲会是啊这样的一个走势结构。那么我们在这里去做一波，是因为这个空间我觉得还可以，等它杀下来的时候我们再重新接啊，再重新接入它，然后啊澳币就上行。这里边的话呢啊有几个更加长远的看法，包括这中间还有交叉盘的一个走势看法。比如说啊纽币下跌啊，然后澳币假设往上反弹，那么澳纽上涨啊，澳纽上涨的话纽币继续下行，澳纽要突破前面 1.07， 然后澳币要最后一个杀跌，澳纽又会下跌啊进行调整，然后澳币再大涨，然后澳纽才会真正开始一轮大的上涨。可能在它这个最后末端这个杀跌的时候，也是刚好觉得纽币的平空单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时机啊，到时候我们再去看啊。所以我们先把澳币这个交易，就是我没有打算说这个地方进场以后上方不平，我们先说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强反弹，我没有把它当成是趋势性行情，我认为就是一个利用一个中短期消息面的矛盾啊，大家都认为去降息，结果不降啊，然后贸易账比较好，然后使得啊再出现一个拉升，这个有可能有前后，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还不太清楚啊，应该正常是加息不降，应该是这个好像是经常账在前啊，应该是5月底会有一个经常账数据，贸易账我记得是6月中旬，可能是在加息的啊，可能是在这个下一个月的议息会议的之后啊，可能才有。好，所以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分析。纽币的话，我觉得它会继续的下跌啊，继续的下行，因为已经让大多数人踏空了。我觉得没必要再让交易者去能够去跟上这个啊，除非你敢追啊。今天白天有同学也问我纽币的看法，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这个你敢不敢去做空？他说我不敢，我想等这个调整做，对吧？那我说那可能会继续下行，哦，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我说大部分人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就是纽币吧，啊，我比如说趋势也是看跌的啊，但是都可能认为它会有所反弹，然后我们再空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不会反弹，因为大部分人都这么想啊，所以就继续持有就好，好吧？这是关于澳币和纽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看一下啊，这个美指啊，美指的话现在最近又跑98这个地方啊来停顿，来停顿啊，基本上冲到这边来以后就停顿，冲的这一波啊，正好是那天公布营建数据以后啊，数据比较好，然后冲了一波，但是又停下来不动了啊，正好到上周五的时候嘛，公布这个数据公布之前到数据这段时间刚好有一波拉升，从97.50到98附近啊，刚好这个距离，然后就又停下来了。
与此同时的话呢，十年期的整个的美国债收益率有所抬头啊，又回到 2.43 以上去了。但是美股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下跌也没有上涨大概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去徘徊如果前几天如果大家记得我对美股的一个分析的话我也说了美股的话我觉得当时我跟大家的看法是当然我看法当时我是觉得会回到四小时现在的话离四小时有一点距离然后就他之前是回到小时级但是有一点蛮符合我当时的一个预期的就是运行的并不快就是在他下探以后的拉升打回来以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受阻以后有一个横向运行的时间我说过从这个点因为之前这一段是从4月24号下来到这里刚好是20天对吧刚好20天从这边往上推40天所以40天的话加40天嘛大概就是6月20几号所以呢我希望这边运行的比较慢一些那慢一些的话包括心理调整包括头寸的重新的仓位的布局这都有可能然后多空的较量然后慢慢的然后破上去也别太快然后慢慢的下来那这段时期我觉得美指也好各方面以后我觉得还是相对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说美股可能会有所上行美股可能会有所上行可能美指也会有一点点回落这个时候是正相关的就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逻辑的然后主要就是看它最后爆发的时候怎么品种之间相互配合到市场都看错了或者是市场都认为可能股市也要跌美指可能就是互相的有人认为美指要涨美股要跌所以做空美股有人认为美股要跌美指要有人认为美股要上涨然后呢美指要跌就是反正相对的吧就是看他怎么样去安排这个逻辑现在我是在耐心去体会它你说我们之前一直涨到底美元什么时候会突破这个区间我现在认为是反而是我认为从道琼斯这个指数上去分析它然后通过这个周期的分析通过它的这个判断然后去分析它的一个爆发的时间点那么刚好它呢之前也是从大概上冲以后回到一次25600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冲到25800以上然后它有一个下杀回到25600附近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后面的话看它慢慢走别着急爆发的行情一定是蓄势越久的时候力量才越大蓄势越久力量才越大就这个地方慢慢现在的话呢走了从这边算5月14号今天已经是21号走了7天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在耐心去等当然时间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形态就是看它能不能上去不破前高回落就在这个回落的时候市场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刚好是我们的下一波机会的来临所以我觉得时间上刚好就和美元走强然后非美的末端然后我们去把手中空非美的单子暂时平掉然后再等一个其他的品种的交易机会所以这边至少到目前为止打到小时也好打到四小时也好这个压力点是可以的正好打到这里就正好打到这里要受压制然后转成也没有快速下跌然后形成横向这和之前的想法也都是一致所以我觉得会坚持这个看法所以坚持这个看法意味着我觉得暂时吧美指还是没有太大的方向出来可能暂时还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稳定的状态等到
有人说这个参照物选取的问题，对吧？确实啊，你可以这么来提，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思考的是，哎，之前有很多人看空美元指数，也有很多人看空啊美股，我针对的是这两群人嘛，对吧？因为他们有些单子已经在被套住了，关键是，比如像美元美指的话呢，其实有些非美的多单会有被套的迹象啊，所以美元还是很有可能会继续的走强啊，继续的走强。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怎么讲呢，因为主要是这周啊没有太多的美国的数据了啊，因为这周好像基本上没有美国的数据，因为美国五月份的通胀啊、销售啊、包括生产啊这些数据啊基本上都出的差不多了，包括到下周的话啊，到下周的话基本上也没什么美国的数据了啊，可能也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小数据，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啊，可能唯一就是到下周四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贸易账，但是贸易账的话因为目前变化不大，当然也还有 PCE 数据可能啊，对，下周四吧啊 PCE 数据可能会重要一点，但是离现在还是有时间，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看，因为之前的 PCE 数据吧，可能之前公布的一次 PCE 数据怎么说呢，不好也不坏啊，这次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美股的话，我觉得不会太走得特别的快速啊，我本身也不希望它走得特别的快速啊，所以下周四下周五像消费啊 PCE 这些数据啊公布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会有对美股有一个支撑，那么从现在算的话至少还有十天左右啊，刚好就过十天啊，比如十天这几天一直在这横着啊，出数据上去了也正常，然后突破以后慢慢回来，突破走一些高位盘整啊，然后再慢慢往下回，然后再加速啊，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很有可能会拖到六月的啊，六月的下旬啊，可能再到那个爆发的时间点啊，所以这段时间我建议大家美指啊、欧元呐 啊包括黄金啊，虽然黄金今天也有啊，黄金的话问题就在于这啊，黄金的话就是和它贸易谈判，就它未必使得黄金会涨多少。就是说，但是它确实可以影响下跌，就万一比如说今天晚上突然它又公布一个比外界预期更加严重的一个关于未来3000亿的一个征收税务的计划，比如说之前认为是啊，之前可能普遍认为可能会加征10%，万一它就直接加25%啊，也没有什么缓冲余地，这还是蛮有影响的啊，所以不排除又会啊。怎么说呢，就不排除它会可能会进一步产生一些风险啊，所以我说了85以下我建议是大家去买入啊，然后呢怎么说呢啊，是买入吧，然后止损的话我觉得确实不好买啊，确实不好摆，但是你最好是85，有人说为什么是85，其实就日线的这个支撑位置啊，就这个，就我之所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正好是在85这个正好是一个日级的均线啊，然后在这边上下穿越，所以呢下方呢你就往上买回去，上方呢你就买回来，就刚好是这么一个区间啊，下方是70，之前上方可能就是后来现在建立的就是1300，这也符合85的话，上方有15个点，下方有15个点啊，不150个点啊，上下各150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合理的一个震荡区间啊，有些事情呢就使它推上去啊，风险一推出来然后价格就回来啊，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会保持这么一段时间吧。好吧 ,OK 啊。
那么其他的其他的就是关于美元兑日元美元兑日元的话，我那天给大家想，我说它可能会回到一次日线的压力位现在是临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在观察说不一定要交易，就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做空，我说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形成压力，如果是杀跌的话也刚好是和风险因素有可能在一起，但是我觉得等到真的可能到6月份吧，因为6月28号、29号刚好是 G20 的峰会应该是在日本大阪举行这次在日本举行届时的话有消息说是特朗普和习大可能两个人会见面聊一聊这个事情，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实的落实，但是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如果届时落实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利好的事情？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6月28号、29号刚好又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果之后的那个几天的时间，所以不排除说是形成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进而带来一波行情我觉得这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所以呢，也许美元会有所继续的攀升。但是美指如果因为风险的问题美日如果因为风险的问题，它可能还有一波杀跌行情，这个就是之前也分析了但是说这个空间吧，其实还是只能说不大不小你说特别大吧，也没有运行了大概，你像现在都是一样的运行大概1周多了吧大概150天，平均的话一天20天左右也不大。也不小，但是运行的是确实是很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今天的话就看到日线压力吧，现在大概是110.96就是接近到111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如果你有多单，你就该考虑平掉它了我觉得很难一波就上去，好吧？至于加币美加的话。还是横向盘整结构我觉得我是不看好它现在会进行区间突破，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现在需要一个契机，之前也讲了，就是美指想打破现在的状态，必须需要一个契机才能打破。说日常这种波动没有什么大的数据消息影响。它也改变不了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很难去改变这个波动，很难改变。现在的话就是说，美加的话就是继续的可以按震荡走势，虽然这几天吧，高位下来100点，感觉很大，其实1.35到1.34就100点，这还而且这还是100点的加币这还不是加币，你要知道这是美加呀，加币的价值才等于就跟澳币差不多吧，不就0.7嘛，对吧？100点加币大概就等于70元的美金嘛，所以这个幅度也是非常非常小的源于我认为是可做可不做我们明天关注的澳币那是反抽行情，如果真的有的话，速度是很应该是，我们别说很快，现在可能没有很快，但是至少比现在来讲应该快一些应该快一些。好吧，基本上因为现在我的脑子吧就都在澳币这边怎么思考这个进场的时机位置具体的时间点所以大部分精力都在这里然后再考虑的就是纽币的这个运行我觉得说明天出消息以后纽币再跌下去，我觉得也都很正常现在已经都踏空了嘛三次闪跌以后。然后现在已经每三次闪跌已经都吃掉了吧？之前这个这波加息这波降息的落地，对吧？之后整个的反弹高位，你现在已经都吃回去了已经比这个地方已经要，就说已经比这个当时这个0.6525这个低点已经要低了
对吧？已经把它全部吃掉了，所以这都是要继续放空的这种迹象，没什么好去更改啊。至于它最后会走到哪里，当然会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没限度。但是会不会说是平行走势啊？我今天我忘了这是什么时候画的，说会不会来一个这样类似的这种平行万一它是这样走势啊，就打到下边缘啊，打到下边缘去，这个我觉得倒也有可能，就是砰打到这边来啊，0.6288啊，也是有，但是看啊，这个因为中间还会有变化，主要是澳币也会影响纽币，相互会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啊，然后我们再观察，因为到了这边来讲的话，也就离0.62已经很近了。啊，说会不会一波砰就下去了，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好吧，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啊。因为市场的变化，像除了今天可能黄金变了变澳币变了变，其他的其实也基本上没怎么变啊，像欧元啊，可能英镑是有所波动啊，也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啊，反正总之就是怎么讲，英镑之前这个下跌只能说是它从高位下来大概有600点，毕竟这是英镑嘛啊，毕竟英镑600点大概4%多的波动率吧，4.5%的波动率啊，它就因为它这个高点呢是在英国脱欧的那段时间啊，美联储议息的时候，那天的高点是在这里。所以如果从这天开始算到现在，也就是刚400多点啊，跟纽币差不多，但是波动幅度肯定是纽币要多。而且这我说纽币会继续下跌，主要是它第一轮下跌本身大家都没做，然后这段时间它慢慢跌啊，但是别的品种真要是按空单来讲比它要大，比如最近的英镑啊、澳币啊、黄金啊都比它大。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品种一旦停顿了，可能纽币砰就来一波新的行情啊，然后就可能会带动整个市场，好吧？那我们就耐心的去看一下后面明天啊，如果愿意早起的话可以早起，大概国内早上起来7点钟之前，6:45啊，就是大概结算时间完了以后大概1个小时左右啊，新西兰就要公布它的一个一季度的销售的一个数据，如果不好，可能纽币可能会继续的下跌，好吧？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啊？我觉得因为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啊，包括黄金的，你要问我黄金，我还是那个看法，因为我觉得美元没方向，而且我觉得随时又可能因为什么贸易战的问题，风吹草动又把价格推上去了，因为这种概率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暂时就给这种震荡走势的这种结果吧啊，然后等到我觉得要是等到这个美股那边有动静啦，包括它形态各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机会来了啊，到时咱再说，是到底是最后决定是做美日还是做黄金，白天还有同学问我了，对吧，到底是空黄金还是做多美日，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是没想好啊，还是没想好。好吧，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一下。该讲对，该讲的咱们白天都聊了，私下就聊了很多，聊完了现在也就没什么了。英镑我是觉得我可能你说它这个这种波动吧，我觉得也都蛮正常的啊，没什么，就是数据影响吧，你要相信它是。现在就可能今天白天有同学问，对吧，颈线位置，对吧，它会不会回测一下颈线然后再下跌，
因为基本面我看不到，就这种形态下，头肩型这种形态下说回测颈线必须有基本面配合，这个我现在看不出来，所以我没法给这个地方的准确答案。如果你相信它啊，到这边来你空没毛病啊，上方摆好止损，如果你不信那就等一等，因为毕竟这可是英镑啊。好吧，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般到这个时候，我也不再会多分析什么，啊，就专注在我们要准备交易的品种上，啊，别把它错过去就好。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左侧位置，啊，所以我不会让你们左侧直接进。那如果万一赌错过去了，我觉得左侧抽完了，做右侧，我觉得也没什么，最多就是降低点仓位，对吧？拉大点止损，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它的最后走势确认了吧。至少之前的整个走势，我觉得啊还是蛮符合预期的。好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嗯，我这边先闭麦吧，有问题可以提一下，我看一下啊，咱们先看看市场，没什么动静。美指的话，其实就是那天周五的时候啊，因为营建数据的一个房地产数据吧，就是啊比较好，营建数据比较好，推动一波，也就是结束了。有问题可以问一下。好吧，那晚上的话呢，我现在是会放一部分精力去看美股，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开盘，因为要看它的细节变化，然后呢，主要还是澳币，然后是美元对日元，因为美日的话，我要看它到这边以后会不会形成压力，因为它现在的看的意思有点奔着之前这个缺口去的啊，就是大概就是贸易战那天有一个小的一个缺口啊，然后如果奔那边去呢，刚好如果补上呢，就刚好就差不多也是在这里啊，补上以后如果形成压力再下跌也是蛮正常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几点吧，就是你们知道我现在关注什么，关于欧元啊、英镑啊、美加啊，我就看的还是比较少，因为我觉得那边找不到逻辑。至少每日的话我还能知道点它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然后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可能找它的极值吧，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见啊，大家晚安。